同道，就是我们要了解那个同跟道呢相同，平常呢我们就是要从上面的那个报义啊，这个一直延续下来，保守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然后呢我们同道跟道相同，跟道相同以后啊，我们要了解说最重要的就是拓展我们的心胸啊，要让我们的心胸啊能够开广，就是不狭隘。各位心胸有没有很宽广？有啊，真的啊，还不错，有这个信心说自己啊心胸很宽广。那我们要了解到说，有时候啊我们自己本身并不了解我们的心胸到底是狭隘还是宽广。当我们遇到事情以后看我们的那个容量容纳的程度啊够不够假如说一些这个横逆啊是非啊全部都不在意都能够容纳，那表示说心胸开广。那假如说听到一句不顺耳的话都铭记在心啊，那表示说我们那个狭隘心胸狭隘。那或许就有听到道心讲说我们大部分呢都给他等教啊斗了，给他等教斗是大还是小？很小所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度量很小，所以老子是现象现法相给我们看，度大能容那个能容的能容了以后就可以到达那个同道相同的道。所以因为底下他有讲那个道则通于道，那德则通于德，然后师则同于师就是呢他不行道德我们也不怪他也不强迫他就是能够容纳他，这个就很不容易的所以叫同道同道章。那各位有没有听出同道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小时啊一个字啊，还记不记得一点钟讲一字？就是要和啊和。我们不是有一次啊一个小时只有讲一个和有没有？在家里面我们要和家和就万事兴嘛所以要和要和的话呢我们就安于本分这个当晚辈的要孝顺长辈，当长辈呢要慈爱晚辈都要和以和为贵。我们在凡尘这个和很重要了，所以这个同道是不是有和的含义在？有没有？它的那个内涵就是和，能够和。所以要了解到我们对所有众生呢都尊重这个叫供养之佛。那假如说我们对众生有埋怨他做的都不符合理想，我们看得很摇头那个叫毁谤先佛。他供养跟毁谤是不是差别很小？大不大？大在我们的内心呢，差别大不大？大啊。那个为之以啊，差别大不大？小还是大？小。我们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大还是小了，已经分不出来了。所以这个老子在讲说，我们这个出口啊，讲出口的时候的分别是非常微小，
为罪啊，是不是都从嘴里面讲出来？啊，为哈、哦、就是顺着真理哦，所以那个哈、哦、都称对对，就是这样哦，很同意呀、啊。啊，那个啊就是哈、哦、否定啊，哦，我们在听人家讲的时候啊，他讲的都不合真理，然后想打断他的话，会怎么应？对了，就是那个字啦，啊，哎，我们一定都用过，有没有用过？哎啊，就是不是安尼啦啊，哦，所以为之以啊，差别很小。那我们要在哦完成的，就是了解到那个出发点啊，从心里面出发点，哦，善之以恶啊，大不大？从心里面出来哦，善跟恶啊一样，差别不大。可是落入行为以后啊，它的差别就很大。哦，对众生有利益的那个叫善，对众生有危害的那个叫恶，哦，就很大了。可是呢，从心里面发出来啊，哎，是一样的。发出来的时候啊，哎，它上是同出，是不是同出？可是异名，不一样的名啊，一个恶一个善，同出而异名，不是老子讲的吗？是他、啊、不是贤之又贤吗？贤不贤？很贤哈、哦、啊，我们平常都没研究了，不知道他贤，不知道他哦，哎，差别在哪里？我们行善跟行恶啊，各位先贤，差别在哪里？就是起心动念，哦，我们假如说呢是，哦，这个不落入哦那个自私自利，不想到自己的话，哦，那个大部分呢、啊，哎，都是十以善的、啊。那假如说是想到自己的话，哦，虽然讲出来话好听，可是哦那个都十以恶，哎，因为只有想到自己。那我们一般呢、啊、都会用那个借口说人不自私啊。还讲得蛮通顺的哈、哦，人不自私的话就天诛地灭哦，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哦，我们已经呢这个在凡尘啊轮回得久，所以感染哦那个尘垢啊深不深？深，哎，感染得蛮深呐、啊，哎呀、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要对凡尘事啊哦要了解哦，尤其我们有哦开头的时候啊，就讲那个五八六七果因转。就是要把那个第六的意识啊转成妙观察智，来观察凡尘的万象万事到底怎么形成哦，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见慧功，都还记得吗？都忘了啊？都没有印象啊？那第二季呢，那个第七的哦莫那士啊转成什么？哇，这些人讲无一个记的啊，哈、哦，平等性质。那平等性质啊，后面三个字是什么？哦，就可见哦，我们平常用不用功，没有一个讲得出来，哪叫用功？心无病啊，平等性质啊，心就没有病的。那我们真的心都有病，都不平等，都分别、哦、很强烈的分别、啊、所以这样、哦、很快、哦、一生、啊、很快就过去了、哦、时间是不等人的、哦、等不等人？哦、一转眼、啊、你看我们都这么多岁了、哦，最年轻大概三十几岁了吧，对不对？哦，真紧哦！啊，偌济，咱一世人偌济，三十几岁，三次，两次就六十几岁了嘞，三次就九十几岁了，哦，很快、啊、哦就过去了。他说要把握时间，哦，要活在当下。有没有活在当下？事来则应，事去则静，
哦，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我们一般呢啊都没有说能够体会啊那个时事古今啊，不理当面，活在当下。当下呢，哦，具备啊亿万年，或者不是一直强调吗？有没有听进去啊？有。因为这个是蛮深的，又是很究竟，所以会一直让各位啊兴奋之中啊有这个印象，有这个佛音呐、啊，都会了解哦。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凡尘啊，不是灾难重重吗？哦，那个核灾升级了，辐射啊，核电厂那个核能灾害已经升级了。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一种灾难一来临啊，我们哪一个可以逃避得了？就是没有办法逃避，对不对？所以哦，我们要真的努力赶快把自己呀、啊、不生不灭佛性、啊、能够掌握，能够呢抱一抱着我们不生不灭佛性。能够使它跟整个宇宙虚空能够融会，天人合一。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怕了。那个辐射再怎么厉害跟我们都没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一种啊，它有那个食物链啊，食物链咱大家有时候啊都会互相之间的传播。拢会去丢掉、哦，所以在形象方面、啊、免不了一些灾难。可是呢，我们这个佛性、啊、就是要了解到，它是脱离所有一切现象，不在呢这个现象之中嘛。所以一定要努力修。所以这个看看每一天报纸啊，紧不紧张？不紧张啊。看电视啊，看报纸啊，你看不是很多国家都撤侨了吗？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撤侨？就是危险呐、啊，他很危险，所以我们就是要防范，日常生活之中呢，赶快做好准备。真正的有灾难呢，都唔惊，各位惊不惊？怎么嘴巴说惊啊，头咧摇？啊，这个到底是惊唔惊？惊应该爱点头，那才叫惊。所以我们这个心口啊不一，心里面想的跟嘴巴讲的不相同。这个导师修道最大的障碍，修道呢要心口如一啊，怎么讲怎么做要一致，这样才能够报义啊，才能够报守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才能够呈现佛在当下万年啊都在我们当下这个很不容易啊，尤其真的也是要体会那大概要我们直接就事来则应，事去则进，活在当下还大概都时机还没成熟了。不过都事先一直叫做培养，先一直培养，一直培养，到时候我们就用得上了。那用得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跟佛释迦牟尼佛一样八十年在凡尘啊，从入胎一直到涅槃，不动本寂分毫都不动，如如不动。我们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分毫都不动啊，我们现在是动啊，动不动？现在动不动？我们现在是动得很厉害在六道轮回里面动动动得很厉害都一直啊没有办法停止。各位有办法停止六道轮回吗？要想办法让它停止不再六道轮回了这个很重要自己可以做到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都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啊，六道轮回就已经脱离了
哦，那最简单的就是不要有三心，三心没有了，三世啊，色受我们不住啊，就没有六道轮回。各位还有三心吗？强不强？可见我们哦，在日常生活啊，都没有落实，没有切实的哦去做。哦，要知道说过去的已经过去啊，不要去想。哦，不管是哦这个很风光的，或是呢被人欺负的，都过去的了。不要想，再想哦，我们会恶度伤害。所以不要想。那未来的哦，也不用策划。佛性不需要了，哦，身体现象才需要，才要策划。所以哦，我们也不用想未来，哦，那现在啊，也不要有现在心，因为现在不住，现在啊，一断不掉了，断掉的，我们讲现在已经一秒两秒在过了对不？佮讲现在一个一秒两秒佮过了对不？断掉的。他不住，所以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到，现在不住。三心哦，没有就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有简单无？真简单哦，还爱做哦，因为哦，我们很容易啊，哦，就落入啊三心，哦，拢会想过去。阿妈想未来，吼，也未来，嘿，阿妈阁想现在，三心都有了，三世都把我们摄受，拢甲咱去掉掉了。按既然有三世，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安尼有六道轮回，就有了，吼，六道轮回拢甲咱，吼，丢掉掉了，唔放啦。所以都要咱家己绑，吼，我们把那个六道轮回啊去掉。哦，只要三心啊没有哦，就可以啊，脱离六道轮回，最简单的方法。可是呢，我们要达到哦这个最简单的方法，要从最基本做起。最基本怎么做啊？哦，对对对，这个倒蛮熟了，万年放下。这个连我们开法会的时候，先有来介绍啊，什么是道？换脸放下，不是这样吗？对，换脸放下，一念不生，哦，就可以成佛了，就可以哦，成仙做佛，所以那个啊，是从哦凡夫一直到佛都可以做的功夫，我们呢，哦，只要日常生活有空闲就可以做，可以做的时候啊，各位要了解到。那个啊，只要时常做，时间久，我们真的完成了，完成事啊，越来越放得下。各位完成事放得下吗？还蛮老实的，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牵缠挂碍太多。就是啊，我们要了解说，爱啊，不生啊，不生娑婆。我们为什么会在娑婆世界啊出生？就是因为啊爱，有爱哦，有跟爱这两个哦，让我们在娑婆世界啊出生。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爱不是不好，只是不要落入哦，那个自私自利的爱，不要落入啊现象的爱，这样哦就不一样了。佛菩萨爱不爱众生啊？对，他都希望众生成佛，那个爱很宽广的，那我们就是要学，学呢，慈悲喜舍，那个佛菩萨的爱，我们都幸运之中啊，就具备，本来就有，不用学就会的，只要我们肯做，都可以做到，只是我们不肯做啊。各位知道原因吗？这个叫做出力哦，不讨好，对不对？
讨不讨好？过难玩，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到，要超越这一些人家的评论，他评论好不好都无关紧要，跟我们佛性没有关系。所以一定要培养自己对佛性的认识。所以或许就一直鼓励大家说，一定要摸到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在我们这个生灭的身上真正的去抱住了不生不灭的那个没有形象的本体。各位有没有体会啊？怎么样体会呢？对，就是找到不痛的那个啦。所以各位那个听那个金刚经啊，或者不是讲那个脚底按摩吗？昨天晚上又在提起，我说蛮贵的，一次还600块。假如说那个身体不好要时常去脚底按摩，那会受不了。一次600，你去10天就6000，安尼都收团的都可以啊，佫无够。佫痛到要死，痛不痛？各位有没有做过脚底按摩啊？痛不痛？有没有体会那个不痛的？有出来吗？有啊，真的啊。有没有欢喜充满？有。那太好了。那个就叫报衣啊，已经抱住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只要时时刻刻呢，我们回到那一种不痛的那个佛性本体，这样的话我们对凡尘看得就很透彻，而且不会贪恋凡尘，然后会对自己那个佛性深入。那一深入法性以后它非常深，越追呢，我们越觉得说自己渺小自己知道的不足知道的很少越能够努力能够深入能够深入法性那个高兴的程度不可言喻用为功为出来很欢喜，那个是内心真正的高兴，就可以体会颜回为什么他肌肉像单石漂移，人不堪其忧，人家都没有办法忍受他那一种遭遇回也不敢其乐，颜回很快乐，他那个快乐又不是作秀不是要给人家看的，那个是真的从心里面产生出来。那我们各位先生，我们平常很快乐的时候从哪里产生？我们的快乐从现象产生不是从心里产生是从现象，现象让我们快乐，让我们高兴，对不对？各位都没有研究啊，怎么能帮你讲讲啊？咱平常时啊，欢喜啊要死，迄欢喜为倒来，为你的遭遇现象遭遇，从现象来，现象产生的啊，不是心里面产生的，是现象，所以那个不真。那我们要从心里面产生快乐，就是体会那个没有对待。唯一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才可以真正的常乐我净那个常乐我净是已经成佛的果位名称，那个是佛的果位常乐我净所以真正的从心里面产生快乐要自己追求，自己去体会是可以达到的。可是我们真正的高兴的时候都不是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来，都是从现象联想从现象产生以后呢，我们高兴的时候赶快找原因我哪叫欢喜，欢喜为得来。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过？有啊，
没有啊，两边哦，我们很容易啊就落入两边，哎，所以哦啊，这个心里面的那一个哦快乐啊，哎，就是从本体佛性本体呀、啊，哦产生培养。那我们一定要先对哦本体的认识，那本体的认识啊，哦就一定要自己体会，这个不能哦。这个人云亦云啊，人咧讲啊，咱叫人安尼讲，迄拢唔是啊，一定爱家己体会。那家己体会吼，迄真哦切实。然后很切实的时候，哎，我们有哦摸到了佛性本体，我们就可以啊，从佛性本体产生信心。所以信基宗，那个宗啊，就是哦佛性本体，哎，就是道源，道的根源。哦，所以我们就讲哦，信啊，道源功德母，长养啊一切啊知善根，啊，从信发挥出来的力道就很强很大，因为是佛性本体，哎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哦，人力理智啊是东西南北，那个是四端的，哎啊，中间呢、啊、就是信，可是我们平常在凡尘用这个信，都是相信外面。我们有没有把信、啊、用到我们佛性来？有啊，那么好啊，还是点点的较济啊。人咧讲话，我讲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讲的话。那个在里面，在外面，哎，都是在外面。哦，难道相信外面的一些事也是在外面？全部呢都用哦，在外面。那用在里面呢、啊？哦，我们很少去体会啊，嘿啊，所以要了解说，哦，美在其中，哦，那个中就是性啊，啊，那个性啊，就美，就碎，哦，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哦，在我们五行来讲，嘿，那个哦，我们里面呢、啊，就属于哦黄五昧啊，黄。我们不是有五个颜色吗？红代表什么？红代表心呐、啊，对不对？然后青呢，代表东了哈、哦，东方嘛。对。然后白呢，嘿，就是西方哦，更新金。然后南方呢？南方是什么？南啊，丙丁火哦，北呢，壬癸水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五色哦，配五旺，那个黄就是中之中啊，第中，就是哦，我们了解信哦，信之中哦，啊，统四端，兼万善。啊、为什么它可以统四端见万善，就是因为是佛性本体，所以才可以、啊、统四端见万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要相信它呢，就是要摸到它、啊、所以摸到它呢，那个不是空口说白话，就是真的要体会。我们身体、啊、不是有觉嘛、哦、有没有听声的就听，有没有啊、你在那个、哦、很痛的状态之下，你去体会那个不痛的，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是，很明显的对比哦。哦，你听的时阵啊，或、哦、是不能忍受的程度，可是你到达都不痛的时候啊，那听竟然拢无去。要这样哦，才切实啊，才切实说哦，你对的这个。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哎，已经可以掌握了，已经可以进入了，要切实的去做了，啊，开始看实实的，哦，这个可以骗别人讲，有啦，我都迄、那个，哦，一切都袂听，唔过吼，你骗不了自己哦，这个可以骗别人哦，骗不了自己、啊，有没有自己会知道。哎啊、所以、哦、
在日常生活之中，哦，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也可以达到那个状态，可是那个时间要久。那在我们身上哦，哎，有病痛的时候，哦，那个体会比较快，很快。当我们有病痛，赶快哦，体会不痛的。不骗人的哦，是真的哦，哎，真的有不痛的哦，哦，本身有做过才会了解。那因为有哦去体会啊不痛，才深入啊哦那个法性。哦，为什么对心理心法哦可以哦，哎，就是讲的哦很深入，就是因为本身啊都去实验，啊，因为有实验啊，做怎么做出来的效果我都知道啊，哎，我就会讲。啊，我自己做我自己讲，是不是有力道？哦，就知道说不是骗人的，对不对？哎，那假如说你是用理论的哦，哎，那就不一定了。哦，理论说得出来，你实践不一定做得到，是不是这样？是。哎，所以知道哦，理论跟实际啊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实际做了以后啊，哎，你会体会啊那个不可思议的哎那一些境界。各位有没有体会过啊？什么叫不可思议？我们在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哦。假如说你时间久一点，那个不可思议哦就呈现，不能用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语，哎，那个哦，哎，真的就已经呈现。所以以前或者不是有讲嘛，哦，我们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有，哦，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那什么状态？哎，就是不可思议，不要讲啊，哦，讲出来都唔对，哎，啊，迄个无法度讲的经营之下，哦，已经不可思了，啊，也不可议，不可思议，它都呈现了。那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刚好就是这个状态。它不思于有，也不思于没有，它不思于亦有亦没有，也不思于非有非没有，啊，这样是不是不可思议？是。哎，啊，我们就是要自己本身去体会，哦，去做。啊，你做到那个时候啊，有啊，这边那讲不一样嘞，真的不一样。哦，念想嘛，不一样想啦。哎，啊，整个啊，那个时候。哎，你讲哦，这样就对了，这样就是佛性了，不对，你起心动念住相了，奥不奥妙？很奥妙哦。哎，就是哦，我们要了解到明心见性了，或者就讲说，我们开始要的明心见性了，不要一下子，要很深的程度了，先哦那个哦日常生活之中比较粗浅的哦那个着手。哦，像之前后学不是说嘛，哦，我们前面呢，啊，不是有哦弥勒祖师的佛像嘛？那请问是弥勒祖师的佛像到我们眼睛来，还是我们眼睛呢，啊，跑到弥勒祖师的佛像的表面上去？是一照来啊，是咱照去？啊，咱照去哟，咱来把旧照去哟，是吗？是哦，很有意思哦。哎，是佛像照来，还是咱把旧照去？假如是把旧照去，啊，咱把旧那揢起来，把旧那跟吼，甲揢起来边啊呐，经过照到灯啊。所以刚才就有浅浅回答说心呐，啊，哦，佛像既没有跑过来，眼睛也没有跑过去，啊，就是我们的心呐，啊，咱的心哦，他就知影弥勒祖师啊，是不是心怎样？是。哎，所以没有来，没有去呀，啊。哎啊，所以哦，你看，哎，了解到所有形象，是不是都心？是。啊，明心有进无？
快不快？很快哈、哦，看到啥都知影啥，迄都是心嘛。哦，既没有说形象跑到眼睛来，也没有眼睛跑到形象的表面去，没有，都没有跑来跑去的，而是心知道。你看我们心多么灵活哦，啊，明心啊，我们先从这个很粗浅的地方着手，然后呢，我们再哦进入比较深一点的。哦，佛说呢，我们修道不能用心意识，哦，因为他说心啊是记忆、忌讳啊，我们忌讳很多哦，因缘记在一起了，心才出来，哦，所以那个因缘忌讳啊，不是常住的东西，不要用，哦，然后意呀、啊，哎，就是回忆的意，哦，意则意义啊，回忆的，哦，你有学过、有经过、知道的。哦，你才有意啊，然后呢，是啊，是现之意，显现让我们知道。哦，所以心意识都不要用。啊，我们有没有用心意识啊？我们日常生活就是用心意识啊，哎，日常生活啊就是用心意识，哎，所以要了解说哦，很宽广哦，心意识啊很宽广。啊，我们用要知道它的哦内涵，知道它的变化，哦，知道它的实际，哎、啊，我们全部都知道了，都不会去有偏去呀，哎啊，所以心意识啊，我们说讲我是真心对待你的，是真心还是假心啊？所以哦，你看男女之间恋爱啊。是不是都很真心？那个时候，那个为可以说呢，哈，为他生为他死都愿意呀、啊，是假心吗？是真的哦。可是他的那个哈、哦，是真心的，是建筑在生命上面。等到时过境迁，请问那个真心爱的还在不在？为什么不在？啊，为什么哦？这个事过境迁，它会变化呢？意念为什么会变呢？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要从根源来哦着手。那我们把所有。哦，心意识啊，哦，了解它是根尘相对。我们的六根面对六尘，六根知道吗？念念看。哎，对，眼耳鼻舌身意。那六尘呢？色声香味。哎，对，色声香味触法。然后根跟尘啊，我们的眼根对色尘形象。哦，两个相对就产生了六识。哦，眼识，眼睛对待色相，眼识就产生了。啊，这个时候啊，哦，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一些啊，是不是因缘际会？是。哎，因缘际会啊，我们的心才出来。哎啊，所以这个识，哦，我们就不要用，它是变化，生灭变化。啊，我们呢不用识，哦。就是要用真心，真心的时候啊，哦，我们要知道说，万念要放下，一念不生的真心才会出来。各位有没有让真心出来过？有没有哦？真正的哦，哎，我的真心哦，已经呢都离开心意识，然后让真心出来，有没有？所以只要我们深入研究的时候了解到说根尘相对的那个产生的心意识那个六识就是四心四心不要用它是生灭变的话四心不要用的时候各位先生我们日常生活都是用四心用认识的心
哦，那我们没有研究哦，会把这个认识的心当成真心，当成我们佛性的本体，哦，这个差别就很大。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假的，因缘际会。哦，我们身体假如说一口气不来啊，这些还在不在？全部不在了啦。那我们要知道哦，真心呐、啊，你身体没有了，它在不在？你看没信心不敢回答，我们身体没有了，真心还在，真心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在不在？在，还在、哦、它没有变化的，常住不迁、哦、它都永远在的、啊、所以要了解说、哦、我们日常用的、哦、心意识、啊、一口气不来，全部不见了，就还给哈、哦，六根还给六根，六尘还给六尘，六识还给六识，全部、哦、都归本位了，拢无去啊啦，哦，啊拢无去啊吼，春来的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因为我们众生都不研究，不知道有，不知道有佛性本体，不知道有真心，啊，所以哦，我们很冤枉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知道有真心、啊、在日常生活就培养、哦、让这个真心出来、啊、真心出来以后、啊、我们用日常、啊、就拿来用，请他当家发号施令，命令我们的身体、啊、视听言动，我们现在的身体、啊、视听言动谁在指挥？佛性在指挥啊，这么理想啊，哎，那个哦，佛性在指挥啊，就表示说已经启发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由佛性本体来指挥我们四天言动，那这样的话呢，就跟天地啊，春夏秋冬，白天夜夜一样，没有夜了，不造业，不造业啊，不会受苦，不用来哦出现了、啊，出生在凡尘。就已经、哦、超越，这样了解吗？很重要的哦，哎，阿那无哦，咱哦拢个佛性认为是在身体呀、啊，哦，然后呢，这个身体没有了，哦，佛性都哦无地去呀，无路通行啦，唔知要行去倒。我们凡人啊，哦，没有修道，哦，没有研究，就是这样，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他眼前啊全部都是黑暗，没有路可以走了。各位浅显，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呀、啊、天堂在哪里呀、啊、要先知道哦，先知道说我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要去哪里呀、啊，哦，要先有归宿，不是刚才唱歌要早一点回家吗？有没有？哎，他、啊、知道家在哪里吗？知道，真的知道啊！家在哪里呀、啊？很有意思哈、哦，对呀、啊，我们呢、哦、就是呢。哦、要深入的去、哦、研究、哦、知道呢、啊、日常所用的心意识、啊哦、那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它是功能作用了，它没有罪过，所以那个六祖就讲、哦、不断摆思想，那个摆思想、啊、就是心意识、啊、所以我们在凡尘、哦、各位先生要了解到心意识很强的人、啊、就是、哦、不肯吃亏哦，要骗人啦，不要骗啦。我们有没有啊？哦，没有，那最好了。哦，没有的话，心意识啊就不是很强。哎，所以哦，会算计人家的、啊，就是心意识很强。啊，我们有没有算计过人家？没有。有的还蛮诚实的，有。哎、欸，我们有时候会看哦，那一个笨笨的，
咱来个吃到到，那个就叫算计呀。你讲吼，计为讲安尼爱人做安那安那，那个都是叫算计。那算计会算计的人啊，心意识都很强。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吼，能言善道，就好恭维啊，心意识都很强。反正平常，各位先生自己呀、啊，想自己呀、啊，有真够恭维无？我们哦，这个要知道说，我们这现在的人啊，这个话一出口啊，很容易、啊。那所以哦，把一些我们哦这个累世所累积的哦那个德啊。都用嘴巴把它用掉了，因为我别讲了，我别讲吼，我都失点，失掉口德了。所以吼、哦，我们就是要培养，哦，沉默是金，金嘛，哦，啊讲的话都是真理，啊没有符合真理啊就不要讲，容不容易？哦，要知道我们都是太哦轻易啊话，很轻易就出口。那轻易出口哦，它会很多就变成话，不实在啦，没有实在的事情啦、啊，我们讲得出来。那已经哦，讲的话都妄言的，我们会习惯，以后的行为啊，也脱离真理呀、啊，也变成哦妄想。妄言妄想都哦造业，造了业啊，是自己在受苦啊，他自己都不知道。等到受苦的时候啊，怨天尤人。我们有没有怨天尤人过？有时候遭遇到一些哦这个挫折横逆的时候啊，都会想说。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哦，他享福的时候都不会去想说为什么不是别人享福，都是我在享福。哦，想这个想都比较负面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人心的那个变化。那最重要啊，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本身啊，一定要。把握得住，这个四丁严冬啊，花号司令啊，一定要请主人翁出来，不要给六根当家，六根当家这个一口气不来，六根都不负责任了、啊，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谁要负责任呢、啊？都是佛心要出来收拾啊，值不值得？不值得哦，所以在平常的时候啊，我们就请我们主人翁出来发号施令，听他的话，一定不错的。虽然说哦，现象之中啊会吃一点亏，可是没关系，吃亏就是占便宜哦，起码培养哦我们的那个内涵，能够培养啊，我们内德有的哦。那个很重要，重不重要？哦，很重要。所以哦，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就是了解说，一定啊要以和为贵，同道，跟道理相同。哦，人家不行道德了，我们呢不用去强迫他，我们跟他哦，一样，就是同理。同以师啊，他师要道，我们也是跟他一样哦，没有不同，那个哦就已经做到哦那个含量哦，能够有容，有容乃大，对不对？有那个容量。那平常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我们对一些啊那个做的不好的人哦，为非作歹的人，我们都很厌恶嘛哦。厌不厌恶？厌恶。哦，那很厌恶的话，我们表情呢、啊、会怎么样？
就是那个乌林招一场啊，有没有？哦，又五十分了，怎么这么快？我们得讲那个经文哦，虚言啊，哦，自然，这个虚言啊，就是很少的那个话，很少讲虚言就是很难呐、啊、去听到，啊很难讲得出来那个呢就叫虚言那么底下呢，老子就讲说自然，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自然自然的呈现是很不容易啊我们去了解到它的真理，我们都是有为啦。各位先生，有为啊，自不自然？有为就不是自然的所以那个自然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它是始于天地之间的一种定律，固定的不变的道理自然。啊，自然这一种道理很不容易听到它奥妙的地方，所以叫虚言。虚就是很少，很少能够听到能够知道。虚言呢自然。那底下呢，他就讲用那个飙风不终朝呢，骤雨啊不终日来讲那个状态。那个呢飙风啊，就是啊刮起很大的风突然来的，刮起很大的风，它呢不终朝，就是不会时间久。假如说我们有那个台风的，它会不会很久？都有这个时间线，对不对？一两天就过去啊，两三天就过啊，它都不会久。那么这个骤雨啊，就是突然间啊下的很大的雨，跟上面那个飙风雨一样，就是不是正常的现象。那这一些呢不中路，它不会整天啦，也就是很短的时间它就停止了，所以要了解说那个飙风骤雨，就是天地之间呢在发泄它的怒气，啊，只要这一些天地的怒气发泄完了，就没了，就又恢复到平常，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为什么会有那个飙风跟骤雨，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呢那个业共业形成啊，形成啊整个天地啊气啊不整不顺才会有这个不一样的那个天象呈现，所以这个呢就跟我们讲说呢，这个它始于不是自然的这方面的呈现的事情，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自然呢就是很平常，很平凡很平淡，很平实，那个呢才叫做自然。所以自然呢就是道道就是自然不复合于这个道的那个都是不会久都是很短暂像我们这个追求啊那个神通那个也一样不时宜啊这个自然所以神通追求的话它是可以达到，可是不会久，它会消失不像呢我们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假如说已经进入啊我们自己也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呢我们深入到自己的法性啊之后，我们把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发挥了以后，那个神通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六通是很粗浅的，
很简单的。真正的到达奥妙，它是游戏神通，就像呢那个维摩诘经啊，或者不是讲它的那个室内啊，只有六品，一品有六尺四方哦，六尺，六尺四方一百啦，还有六百，它的那个寝室，伊咧困迄个房间啊，有六百。哦，那边是不是细细安尼啊？对不对？可是它可以装三万人呐，内底伊迄个六平内底啊，你三万人去坐坐下落去啦。而且每一个人的椅子啊都很高，啊很宽广，大概坐椅啊，用咱的身躯背回去呀，安、啊、尼有管无？哎，椅啊足大只，啊足悬的，哎，啊一挂迄个程度无够的，拢甲维摩诘讲，啊我爬袂起哩啊，要哪坐着？然后维摩诘跟他讲说，你称那个佛号，你都坐起哩啊，哎，佛号就来念的，人就伫个椅啊顶，那个是不是啊？游戏神通。那个真的就是游戏神通啊！为什么能够到那个状态？就是已经深入法性，就是进里面佛性本体呀、啊，所以才有那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产生，然后又可以把整个一个佛世界、啊、就托在一个手掌心呐、啊，它给搬来。从那个那个琉璃世界到搬来咱娑婆世界啦，不很猛，用手掌心呢，改刷来，是不是游戏神通？所以我们看到那一些经文啊，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不可能的，身体呀、啊、现象是不可能的，那个都是要佛性本体。是在我们那个含藏在佛性本体里面的那一些功能作用，它才有办法做到。那我们要想做到，你就是要进入呢佛性本体。那我们现在的凡人啊，都被凡尘的假象迷惑，所以都追求啊凡尘的假象，追求物质的享受，这个都是我们认为比较现实的。所以一讲到修道，这个社会人士就会笑我们说啊，那样狗无后不养养心。各位先生，像看狗，我们修道狗不狗？所以这个又是观念问题了，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说醉生梦死啊，那一种生活啊，我们是不去啊，沾的，不去呢，过那一种那个日子。那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要真正的回归到本位，都是佛，每一位众生呢都是佛，希望呢。所有众生都能够成佛，成佛了以后，是不是就不会有勾心斗角？成佛还会不会勾心斗角？就不会了，都是很祥和，常乐我净呈现，那个才是值得我们追求。而且我们命又这么短，短短的不过百年。又不像那个北极芦洲啊，它平均人民的寿命啊，有1000岁啊，1000岁哦。咱起码来讲娑婆世界、啊，在我们这个地球有一个人1000岁啊，伊会使唔免去上班赚钱啦，伊转去一间个房间内底啊外口收钱。你入去看，看迄个1000岁生做啥款？一张票免坐10块都好，
会好业的。哦，一定大家讲好来看卖，哪有迄落一千岁？现在一百多岁的就难得啊，对吧？啊，我们看到一百多岁的人怎么样？或许导师时常听到哦，那个一百多岁的那个相片一登出来，很多人都说我才不爱按呢。为什么老默默？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北极泸州人已经到一千岁还很健康哦。最重要的我们在凡尘啊，就是身体要健康啊，哦，心咱的辛苦啊都要健康。你搁较济财善啊，无健康拢无好，对不对？所以健康最重要。那我们身体要健康哦，第一个心理啊要先健康哦，心理不能不健康。所以心理健康吗？健康。要有信心啊，健康才可以哦。哦，心理健康的身体就健康，那我们就哦放，把它放下哦，这个呢都不关紧要哦。再怎么健康，我们再怎么保养哦，它都是百年啊哦，给我们活一辈啊，两百岁了哦，两百，马上两百年啊哦，都不值得羡慕了，哎，要不可能给十辈，一千。两千岁，好啊不？也没有什么好了，哦，以这个完成的这种生活的话，你活个几万岁哈，你也不会感到很幸福快乐，哎，都不值得我们追求。那值得我们追求的，真的就是要呈现做佛，哦，做佛好不好？好。假如说要我们去。坐在工作上好不好？太辛苦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能够回归本位啊，那个最重要的就是啊，不要六道轮回。那我们在六道轮回哦，各位就可以想，我们从出生啊，一直到这个死亡，这个过程啊，我们不要说哦，这个我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了？我们就想说，我搁未出世啊，搁今麦生活，搁好啊，搁过一拜，安尼好不？从我出生开始啊，到现在，哦，看看几岁，啊，一样的经过，再来一次，好不好？不是我们可以想象说。嘿，我那个去改时哦，我也在那改变，有没有这样想？很多我们在出生之中呢，有一些决定是错误的。假如说重来一次的话，那个错误我就可以改过去，有没有这样想？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重来一次，哦，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时间啊都不等人的，那我们要进入哦，真正的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那唯有佛性本体啊，才没有时间啊跟空间的限制。那我们哦落入现象，都被时间空间哦把我们约束了，哦，你看时间2010/11哦。我够坚持你，2011，然后呢，这个空间，在台南，或者是在基隆，哦，被这个时间空间呐，哦，局限。那佛性没有，佛性呢，它超越时间跟空间，哦，没有时间空间的哦那个约束，没有时间空间的控制。没有，哦，很自由的，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哦，还要研究，让我们的佛性能够超出所有的空间跟时间，啊，一超出以后啊，哦，最重要的就是思想都不一样了，我们的念头啊，哦，我们在这个时间空间固定的现象之下，有一些念头
它会产生这些念头呢，都不正确。那我们假如说没有哦时间空间的那个障碍哦，那个一出来哦就非常宽广，啊，很宽广的时候啊，我们才可以体会哦那个真理世界的那个哦如如不动。啊，真正的体会了哦，为什么哦释迦牟尼佛会讲说哦他从入胎一直到涅槃，不是经过八十年吗？释迦牟尼佛啊，是不是经过八十年？他说不动分毫，分毫啊，那个毫那是很小的呢，像在说我们几厘几哦几分几厘那个算金嘛，这样很油很油很小很小很小，他就是在讲如如不动。那我们就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啊本来就如如不动，有没有动啊？所以佛学才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啊来讲，说我们哦那个照相啊，我们玩过相机啊，哦你那个按快门的一刹那，镜头不要晃动，一晃动哦那个相片啊会模糊不清，啊所以哦要了解都是点点再清楚嘛，啊你看我们现在哦我们的佛性看万象是不是清清楚楚，有没有？然后是不是佛性都如如不动，这样我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真理呀、啊！啊，咱都要为真理立立。哦，咱的佛性就是如如不动，看什么拢看得足清楚的。啊，咱哪拢唔知影伊如如不动，知道吗？知道他如如不动吗？怎么知道的？所以哦，我们只要说能够深入去研究的话，自己呀、啊、都会产生哦，哎，那一种追求真理的心啊。啊，只要你能够哦追求真理，不是追求名利，追求真理跟追求名利是不一样的角度啊，差很多。哦，那个追求名利啊，到头来一场空了、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啊。可是你追求真理啊，你可以走入真理世界，一走入到真理世界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凡尘事，虚幻不实，不值得哦自己去参与。所以那个整个啊，那心胸都开阔，哦，很宽广的，哎，也不会计较的。我们生活之中啊，跟不跟人计较？哇，那不值得回答、啊。那个要回答说不计较才怪。所以就知道说我们的、哦、那个度量啊，到底有多狭窄。哦，然后我们就会了解说，修正者的讲话为什么讲得那么深入。就是啊，他真正的体会到真理世界的那个状态，那我们也可以进入啊。哦，圣贤是人，我们也是人啊。我们跟圣贤并没有两样啊。所以圣人，我们不要想说那个是空老夫子，空老夫子是人啊，他视线也是一样啊，也要吃饭，也要睡觉、啊。可是呢，他可以走入真理世界，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哦，所以他循循善诱，希望我们都走入。哎，才讲说哦，那个在小的地方啊，小的村庄，一定都有跟哦孔老夫子一样的哦那个遭遇、那个思想都有，差别只在于啊，缺少那个学，欠去学安尼尔啦。哎啊，所以都要学，要学。你学了哦，就可以进入啊，哎，那个真理的领域啊。啊，有的已经有学了，可是缺少恒心毅力。乌拉多哦，啊，一天哦，这个打鱼啊，十天晒网，啊，等于个不好。哎，那我们众生大概都这样，始勤啊，都中大，开始后很勤劳。
啊，结果到后来懈怠了，哦，就懒惰了，嘿，啊，这样才一事无成，嘿，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这个追求啊，需要不断的那个动力，那个动力的由来就在我们的实践之中，你去实践了以后，实行了以后，哦，你就真的会自己呀、啊、产生那一种追求的心。啊，这个哦，没有自己产生追求，绝对没办法。哦，一定得要自己哦花心的去追求。所以我们刚哦有提到啊，说哦把第六意识啊转成妙观察智哦。那个后面三个字不是见为功吗？就是见到非有为功用。你肯观察凡尘的万象万事，你就可以见到佛性本体。那个哈、哦、见非功啊，就是佛性本体呀、啊。啊，我们哦有没有哦把那个第六意识啊这样转成妙观察智？我们从哦已经哦我们研究啊已经一年半，一年哦，过六个月啊，一年半有进步。刚才在长鸟哦，刚才在长在门宫，我们到底要研究多久啊？我都听不懂呢，好像昨天的事哦。啊，很快就哦，一年半个一年半了。十八个月了嘞，九月二十六哦，哦，你看是不是一年半了？快不快？真的很快哦，哎，它绝对是不同的了。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想说，我还没上之前跟上之后绝对不同，有没有这样？有，一定不一样哦。只要你肯用心来听的话，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就讲啊。我说我用三十年的时间去领悟，摸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用两个小时来听就可以了，六祖都不用听就知道，哎，我们用两个小时啊也可以摸到。不过各位都很客气啊，哎，不只用两个小时，用一年半，还很高兴、啊、都能够摸到、哦、摸到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哦、这个是或许一直啊，从小、哦、那个十三岁啊，一直到四十三岁，三十年的时间啊，哎，把它摸出来，我、哦、想说哦，大戏嘛戏嘛戏嘛戏，啊，我摸出来这样也困难，竟然讲给我听，不然太可惜了，哎，坐在观察里面哦，拢无人知影，我也拢假呀！哦，那个三四年去摸索的都是多余的，哎，所以就是要讲，分固大的就不敢讲，然后开始讲哦，差不多有一百个人听了、啊，哈、哦，一个人哈、哦，一个人听懂，我讲吼、哦，你那拢嘛未晓的都嘛也好吼，都拢无人听吧，搁一个听吧。一个人听懂，经过一个礼拜哦，又一个人来问我，说你在讲的是不是这个？我说啊，对对对，啊，所以那个算半个，一百个人听哦，一个半听懂，哎，听懂哦，那个佛性的本体，是不是很不容易？哎，因为我们现在哦，末法的众生啊，哦，已经哦很长的时间了、啊，没有接触哦性理性法。哎，从我们那个历史啊，哦，可以看啊，那个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员哦，那个记载，在西元啊，大概一千年以后，一直到两千年哈、哦，哎，这个中间啊，哦，我们那个道脉没有传承，那、啊、所以从八祖以后，八祖是还在西元八百多年，然后到我们九祖的时候，已经哦。一九几年了，你看中间是不是有一千年哦？它没有传承，就等于说我们这一千年之中啊都没有哦在修道，就是没有哦那个方法来修道。
啊，在西元那个达摩祖师到我们中国来是哦西元502年，然后归空了在哦520几年归空哦那个达摩祖师啊，啊所以从那个时期他还没有到之前哦，我们中国那个修道的风气啊就已经很盛了，所以那个达摩祖师才会把道传来中国，说哦，我们家那拢大家咧修道，哎，啊，印度已经哦，就是已经生活环境改善哦，大家拢做享受啦，啊，拢不爱修啊，啊，不爱修，一代祖师说不能断呐，哦，道脉不能断，哎呀、啊，所以就送到我们中国来，老水还潮，哎呀、啊，那个时候是西元哦502，然后一直传到800多的时候啊，哎，到第八代祖师哦啊。道脉就断了，然后到第九代的时候，姚阶天命哦，已经1900多年的哦，西元19不到几年，或者没有记下来，哎，就是已经经过哦，哎1000年的，经过1000年了、啊，哎，大部分的哎都是哦，在这个战争呐、啊，哎那个朝代、啊，大家都在争地盘，哎，大部分都在战争之中。哦，修道的风气、啊、就没有很盛，哎，然后我们到现在到老师师母、啊、第18代，哦，18代是我们一个缘会的最后，哦，无极生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哦啊，八卦相中相错，哎，就8864，哎，64代祖师，东方前18代，西方28代。后东方18代加起来刚好64，啊，所以到我们老师是最末后，所以老师时常讲末后一早，古瑞博瓦啦，已经没有道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假如说已经涅槃，那各位就是要了解，只有哦，哎，欠善，只有累积善了，已经没有再传道了。哦，以往还有单传独授，哦，现在大概普渡。可是在我们老师师母以后道就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最怕涅槃，涅槃了以后啊、哦、你要得到没有、啊哦、只有说累积善根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哦、可贵、哎、现在很可贵、哦、亲朋好友没有求道一定要度他求道、哦、这个老天时常讲说你跪着、哦、都要跪着请他求道，把你的厝的人哦，古爷请伊求道。我们有没有人这样做？拢无啦吼。对啊，老天人哦，曾经哦，就是听到一个竹山的哎那个道亲啊，可能也是有训练过三禅。他说哦，他到竹山哦，挨家挨户啊，一人敲门。请人家求道，有过来无？大家哦去人供门哦，叫人求道，这个真的是哦有够努力的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时期呀、啊，要知道那个道的宝贵。啊，我们一般呢都没有研究，不知道哦它的哦那个殊胜啊宝贵啊在哪里。那现在呢叫我们来讲，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个。轮廓可以讲得出来，对不对？会不会啊？会。讲给人家听哦，请他来求道，说你求道就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可以哦上五天，对不对？对。一样供哦，啊供歌有内容，有没有啊？有。所以哦要学，我们都会哦学到用时啊，荒废傻乎。哎，哎呦，我那拢学只旧拢未样，哦，啊，所以爱固然学，哎，啊，要哦，要用应用的时阵都会样，就会了，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道很可贵，哦，很难得的，哎，没有研究不知道，研究了以后，哎，就知道说哦，它是非常殊胜，哦，可以超越一切现象，哦，像我们已经研究1年半了。哦，殊不殊胜？殊胜，哎，很殊胜
我们越深入啊，就越接着他殊胜，很可贵，很难得。假如说我们没有说没有传，人能弘道嘛，不是道来弘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人要把道弘扬起来。说这么好的道，你怎么不求呢？怎么不修呢？所以呢，尽我们在生的那个能力，生在凡尘的时间很短啊，而且我们有能力去度人的时间啊，更不长，对不对？像咱若讲食到七老八老啊吼，爱假乖啊，容不容易度人？就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吼，在还可以有能力的时候啊，就尽量赶快自己修，然后度人。因为自己修很重要，人都会互相这个观摩然后学习。他看你变化很多，看你改得很善良，看你人做得非常好的时候啊，你去度他容不容易？就容易了。你哪弄啊？那弄不好，处的弄跟人大小事啊，你去度人，人家要不要跟你去修道？不要啊！跟你安尼才不坏。所以我们了解说，你本身已经在做了讲我这里较早都安那，今麦来变安呢？直到你改变了，他自然呢，就会呢，跟你来求道了。所以在这个时期呀、我们是最怕说涅槃，而且我们台湾的现象，因为太富裕了啦，大家拢安尼好命，拢想好命多。有没有？修过头好命所以因为后学跟老千人曾经呢到各个那个那个庙寺庙去，一般到今呢想到老千庙来都会办得比较丰盛一点啊，老千都会发飙的骂的，修到哪有这样享受的安尼食十几道菜。摆出来啊，那十几道菜啊，都太享受了啦，修道要节俭较俭的要用的那个钱财用到该用的地方，不要呢自己贪图享受，那个口腹之欲我们已经可以清口了，那对那一些就可以。只要能够养生就好了就不要贪了。可是我们已经变成习惯，生活习惯不好吃不下，各位洗菜，各位丢不吃，太好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假如说我们大家都这个太富有啊，对道又太漠视，看不看重他，真的就会涅槃。所以以我们台湾的现象真的会感觉有没有涅槃板得那个时候都板无人，要求道无人，你板的人足济啦，就变成这个样子那往后呢，我们可能就是要想求道，要坐飞机去外国。台湾涅槃外国还没，你要求到坐飞机去求，到那个比较那个落后的国家像那个东南亚那边啊，因为拢生活较困苦啊大部分都比较会呢积极来这个求道修道，那个地区呢还没有涅槃。我们是希望啊，说他能够延长一点，让我们所有亲朋好友都能够度他来求道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呢、改变了以后度化更容易啊。自己假如说没有改变要度人就不容易所以呢，我们讲到那个虚言自然的标翁不中招呢咒语不中日实为池泽天地，那个池就是水啦。什么人使那个标风跟咒语，
就是哦天地，哦天地之间呐、啊，它哦起大风下大雨，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虽然说天地啊，哦这个泄露它的那一种哦怒气、啊，哦飙风跟作雨，那个是天地的怒气，哦要把它泄掉发泄，哦。是我们众生的功业引起的啦，哦，众生假如说不造业的话，都是风和日丽、啊，哦，那个天象都很理想。那么天地呢，哦，上啊不能久，哎，就是哦天地之间啊，哎，那个不正常的那一种现象哦，都不能够持久了。假如说我们哦这个做台风啊，不要说哦这个。久了，给我们来个一个月啊，我们会怎么样？一个月啊，都在做台风，那你变安啦，凄惨的，对不对？就很凄惨的，哦，所以哦，就要了解说，这个不是正道啊，所以它不会久，哦，时间呢不会久，哎，那么何况呀，人乎？哦，天地都不会哦持久这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发生，那我们人哦，假如说有所作为都不符合真理哦，那个不正常呢，更没有办法持久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在凡尘啊，假如说交的都是一些啊酒肉朋友，交的会久不久？没缘故哦，你的环境一变化，哎，没钱了，你没有办法请他们吃了。哎，他就离你而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都是哦不长久了，都是很短暂。哎，那我们要了解哦，了解说呢，哦，我们修道就是要追求哦那个平常，哦平淡，哦平凡，平时，哎四平，平平凡哦很平常的平凡的，哦这个事啊，它才会持久。哎，所以这边哦。哦，这个哎，通道章的所久，故呢，从事以道者啊，哎，我们从事以道者呢，道者同以道，哎，我们呢，这个从事以道的话，哦，我们都从事以道的话，道者同以道，那个道呢，跟着我们哦，都呢同在一起，所以各位就是了解到，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吗？对不对？我们没有把它启发的时候啊，它在不在我们身上？一样在，对不对？哎，啊，我们哦，这个已经启发了哦，那个它呢，有没有特别突出？没有。还是跟我们没有发现之前一样，对不对？是。哎，都是哦，没有哦不同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道它同一道。哎，你都已经哦认识了，走路了，在修持了，哎，他呢跟你啊都相同，没有不同的，哎，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为什么叫做常住啊？哦，不迁，为什么叫做无来啊无去？无来啊无去啊，是不是常住？是，哎，他就是常住了，哦，所以这个常住啊，才是真的道理。哦，所以呢，道者啊，通一道。这个时候的道，哎，跟我们已经领悟的道啊，都是相同。哎，那我们哦，哎，既然哦是本身所具备的，哦，道啊是本身所具备，当然行持啊就很容易的，容不容易？不过还是要有心呐、啊。因为我们都被哦丢到轮回之中的习性哦，哎改变的，哎，所以真正的呢，要道者同一道，那个还真要一段时间，哦，才能够真正的哦，我们所作所为啊，跟真理都相应，哦，德者啊，哦，同一德，哎，那个德哦，我们就是了解到，从道的本体所发挥出来，所有的哦一切作为啊。哎，都叫德，哎，所以恒沙哦妙德，哦恒沙净德。
所以刚开始啊，我们研究道德经啊，不是假吗？哦，道呢就是我们的良心，然后呢，我们从良心所做的啊，都叫德。那我们能够维持常而不变，就叫经哦，道德经。我们在日常生活都可以啊呈现，都可以体会啊。所以哦，这边呢就讲说哦，德者啊，同于德。我们哦已经发挥出来，都是啊啊、哦、佛性这个本体的功能作用。哦，那我们呢就让它发挥。这样呢就是呢哦，德者啊已经同于德，哦，跟呢上面那个道德同于道哦是一样的。那么底下哦。这个啊，师则哦，同以师啊，这个师则就是哦，那一个人不了解到哦那个道理，不知道真理，那我们也不用哦去强迫他哦，一定要行道德啦，不用，就是同以我们跟他同样同以师，他师掉的时候啊，我们呢哦这个跟他又是。就是哦，不排斥他，跟他在一起，也就是和啦，哦，能够和，能够容纳，容纳他的那一些呢，哦，不道德的一些哦事情行为，我们都可以容纳，可是我们不会跟他一样去做啦，可是可以容纳，所以这个叫同道，哦，跟他哦这个相同，是相同佛性的。虽然不同意他的做法，可是他的佛性、啊、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哦，师则啊，同以师。这个哦，倒是比较不容易做。哦，一定要有很大的哦那个容量，还要有很大的那个智慧，我们才不会哦，同流合污啊。跟他一样，本来要给他扭来，再给我扭倒去。哦。那么同于道者啊，哦，道义啊，乐得之，哦，这个同于道就是已经啊，我们可以哦回归本位了。那这一些道呢，他就哦乐得之说，哦，今天怎样堂回来，哦，知道回家了，各位前学，我们知道回家吗？知道。等一下下课就回家了。这个、哦、我们就是了解到，哦，这个呢，道者啊，哦，这个能够呢，哦，乐得之啊，就是哦，道义乐得啊，能够哦，跟呢啊，这个既然你都已经哦，回归到本体回来了，哦，那道呢本身啊，本体啊，很高兴。那么哦，德者啊，同于德，哦，同于德者啊。得意啊，哦，乐得之，同一得的话，哦，得也很乐意啊，哦，就是从这个佛性的本体发挥，全部啊都称为得，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得这行持啊，并不是很困难，只是说呢，哦，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话，比较会哦，关照到自己，想到自己，哦。他想到自己呀、啊，容易呀、啊，哦，起那个私心呐、啊，自私自利的心。他一有自私自利呀、啊，那个德就消失了，哦，德的薄皮呀，所以我们要德，就是要从道本身，要从佛性本体，哦，发挥出来，那个才算。那么同以师者啊，师义啊，乐得之。哦，这个倒是比较，或者就讲说不容易啊，哦，容我们有那个容量来哈、哦，这个包容啊那一些哈、哦，不好的人，所以哦就要想到天地啊，天地之间哦，不管你再怎么样坏，他都不会把你赶到天地之外，都是给你哦住容纳。天父地在啊，天地会不会感人？哦，他不会把人把坏人说你做得太坏了，不给你住，哦，都没有那一种
这个情形，所以哦，那个啊，同于失者呢，失意啊，乐得之。那么信不足哦，有不信念哦，那个信不足，就是我们对自己呀、啊，哦，那个佛性本体的信呐、啊，哦，不足。然后不足了以后啊，我们所发挥出来的哦，那个所有的哦一切、啊，都哦力道都不够，因为信不足，所以有不信呐、啊，啊不信的话都无力了，哦要做都无力，所以那个哦信心呐、啊、很重要，哦我们呢、啊、这个很多现在啊啊义工哦当义工，义工就是啊。做事不领钱的，你只要说没有那个爱心的话，你做得掉没？做不掉啦，哦，一定就是要有爱心，哦啊才能够哦为人民服务啊，不哦求取代价，那个都很不容易呀、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哦现在的这个凡尘，哦尤其在我们台湾来讲，哦那个生活上呢。都比较不缺乏，哦，要吃要穿拢有，哦啊，欠缺的呢，倒是一些哦那个服务人员，哦较欠啊，因为现在哦，你若讲要请人来给你服务，拢爱拿哦代价，爱钱呀，那个哦不用钱的哦很难得啦，就是不容易，哦，所以呢，我们哦了解到说。哦、对自己、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信、啊、很重要、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呢、要先这个体会、自己、啊那个佛性的本体、从呢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有空闲就做，然后你做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个要知道、那个所有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那个景象的呈现、啊、就已经、是佛性本体了，就已经是了。那或许在讲说那个不痛的那个是你要拥抱它了，这样了解吗？拥抱它实实在在确实是抱住了抱意了，那你体会到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一种景象、那个已经就是佛性本体、所以哦，只要你不住相，讲哦，安尼就对啊，安尼就住相啊，很微细的。